我帮你拿吧，没事。有纸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给。坐吧。 你是长辈，你坐。那就不客气了。你有病啊？啊？感冒了。感冒了，出门得戴口罩。你这公共场所，这不戴口罩传染给别人不好。 没准已经给你传染了。这年头，好心没好报。别悲观，好心还是有好报的。没觉得。日子久了就觉得了。是吗？还是当个好人。哎，你哥能吃鸡吗？他不吃我吃。别忘了啊，今儿哎我唱红脸，你唱白脸啊。你哥犟，咱得顺毛逆毛一块葫芦才能葫芦顺溜呢啊。行，你就告诉我中心思想是什么吧。中心思想第一，问清楚了他跟小白到底怎么回事儿。第二。 必须让他跟那个有老公那女的给我断了。我哥说他断了，你信啊？干柴烈火的说断就断，见鬼了呢！大仙儿不是给我哥算了一对象吗？对了，我都忘了，我给你看一眼。你别着急，糊里糊涂，给你看看。哎，就这女孩，好看吗？还行。 可以哈，就是长得偏愣了点儿，还行，总体可以。哪儿拍的呀？老梁头他们家。哪个老梁？给你兰芝阿姨相亲的那对象。哦，哎呦喂，我差点忘了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。哎呦，别回头放你兰芝阿姨鸽子。 谁呀、啊？我，你出发了吗？去哪儿啊？约会。哎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打个车，我分分钟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门板给卸了，你信不信？我怎么招上你了呢？你说啊？梁月进。爸，出去一趟啊！您去哪儿啊？相亲。爸，我刚刚不是相亲去了，小董没跟您说明白，我那是工作。是我相亲。哎呀，这都是因为你多出来的事儿啊。 您好，您是梁先生吗？嗯，是我。十方包间这边请。你怎么知道新娘了？七彩家园会把你们的相片提前给我们。不了解，咱们再谈一谈。我已经了解，咱们再多了解一点，互相增进了解啊。不是你这固定我点儿啊？您请进。嗯嗯好。 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坐呀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喝茶。你等会儿。不是，我是你每天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，你不嫌麻烦呐？啊？你看你倒来倒去的，最后就倒这么一口，哎，渴了不解渴，啊，看着呢还上火。心火要慢慢消。 一口一口的才解渴，我受不了。你这样啊，你给我找一个大玻璃杯，哎，把这个10小杯折到一个杯子里去，啊。这里面有大玻璃杯。啊？你这么大茶壶连玻璃杯都没有啊？不可能！你把你经理叫来，去啊。 里边请，小心台阶。您请坐。这边是茶单，您可以点下茶。咱这边有白茶、红茶、绿茶和普洱，你看喜欢喝什么？来壶普洱吧。哎，行，您稍等一下，先坐一会儿。 梁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刘兰芝女士已经出去买了，让您稍等一下。什么是买什么？啊，刘兰芝女士出去买杯子了，让您别着急，她马上回来。刘兰芝啊？是的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他啊，他说洗个澡就过来，洗秃噜皮了都，给打一电话。是，你打还是我打呀？我给兰芝打，你打。哎呦，真忙的。刘女士出去了，梁先生在包间里。他出去买杯子了。哎，您稍等一下，刘女士回来了。刘女士，刀总请您接电话。刀总，刀美兰，刀总。喂。哎，兰芝啊，那老梁头到了吗？到了。啊，他没惹你生气吧？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他要是欺负你，你立马你就跟刚才接电话那小孩说，让他给我打电话，我20分钟就到，听明白了吗？嗯，好。得，那你们聊吧啊，我挂了。嗯。怎么着他？不接。嘿。 我去看看去啊！那我先吃了，我一会儿上夜班。啊，吃你的。真对不起啊，我还以为你是这个厂，你也不吱个声呢，这还。路上打碎了一个，要不然早回来了。这你还回来这？哎呀，真是。 你说大人不计小人过呀，你搁我根本就不回来了，还能自己花钱买杯子。喝茶。 哎，谢谢。小口小口的喝，功夫茶。好，好。哎，你这挺讲究啊。你哪儿人呢？祖籍上海。啊，上海啊。我是东北人。我觉得啊，感情这个东西，它不能欺骗，是不是啊？还有呢，我这人呢，不会装，所以说话也不招人待见。其实啊，我是让刀美兰给逼来的，哎。 就其我本意，我根本就不想什么相亲呐、啊，找老伴过日子、啊。谢谢你的坦诚，你这样说，我就放轻松了。怎么轻松了？哎，服务员，麻烦你给我开一下610房门。客人已经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哎，我这个人呢。 平时我火气大，尤其最近，我这个女儿背着我得找男人，一说这火啊！女儿不可以谈恋爱吗？不是不可以谈恋爱，就是我们家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吗？我那个女婿啊，刚走2个月。对不起啊。啊，没事。哎。 那你觉得，你女儿该等多久才再谈恋爱呢？她不是时间问题啊，你心里总得有个念想吧？哎，说，我不是反对她谈恋爱，哎，一年轻轻的，你是不是你不能守一辈子寡？但是你不能这么急呀、啊，就是家里养条狗死了，你伤心还得1年半载的吧，对不对？你真不会说话。 不是，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？明白。哎呀，就不知道啊，这段时间呐、啊，我没地方说，没地方讲去，你们不给我憋的。哎，怪了，你看咱俩今天头一回啊，哎，我就这么嘚吧几句，我就觉得舒服了，痛快了。 哎，你不嫌烦吧？不烦。哎，我就琢磨你这个女人，这脾气这么好了你啊？啊？那你咋没老头呢？咋的也走了？你愿意听我讲话吗？我当然愿意。你说。我觉得你这性格不善于与人交流，你跟你的女儿大概也是这样吧。 天儿，别睡了，起来吧哈！妈把饭都做好了，起来，待会儿凉了，听见没？你这现在睡这么沉，你晚上那觉怎么办呢？啊，来，起来，快，啊，儿子，快点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天儿。 救命啊！来人了！北部有人！哎，谁帮我打的120啊？我们家出事了！谁帮我打的120？谁？妈，妈，怎么了妈？对不起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妈，妈，哎呦，让我下来！好。 我老人都下来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这100多斤，是吗？哎，我100多斤，没事啊。哎，吓死我了！您让我缓缓，我也得缓缓。哎呦，我以为你死过去了呢，哎呀，跑到走廊喊人，我这血压直冲脑门儿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这做梦呢我。 哎呀，你梦见什么了？啊？拉我会儿，逛街。哎，哎，血压下来了吗？哎呦，下来了。哎，过来，再让妈听听心跳。来，嗯。向毛主席保证，刚才一点动静没有。睡死过去了？什么睡死？谁睡觉没心跳啊？你那是真死过去了。我那累，躺床上没吃药。哎，那。 哎，怎么着？散了？ 啊，那你送送他没有啊？你是一男子汉，你这跟人女的第一回见面，你得有礼貌啊。也不顺路送啥呀？人怎么样？觉得？这个事办的吧，说明你这个单位还行啊啊！哎，回头我把那个茶楼消费给你送去啊，服务费归服务费，消费归消费，我不能让你吃亏啊。你送回来我就收。 你说重点，重点就是你选这个地方吧，这个茶有点偏贵呀。你对刘兰芝到底什么印象？挺好的。挺好是多好啊？就挺好呗。嗯，打个比方，不是，刚开始吧，哎，听他说话有点费劲，你知道？哎，后来你看他慢声慢语的吧。 哎，整得我心情还挺舒畅啊！哎，这家像活菩萨似的。哎，我跟你说了啊，车来了，啊，车来了。嘿，这挂了。哎，哎，明天让豆豆赶紧给你安排检查啊，越快越好。现在回去吃药去。啊，行。哎呀妈呀！哎，嗯。饭菜在502热着呢，你赶紧拿上药回家吃饭。我找刘兰芝去。您对您这工作啊，真是热心啊。这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儿这事儿没完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本来就得跟我说清楚了，你跟小白到底怎么回事？回来就跟您说了。你猜我信吗？我是您儿子。一面之词。你都离了，您要不嫌闹心，您就问。赶紧的啊，回来吃饭啊。哎。哎呦，回来了，怎么样啊？啊，满意吗？嗯，是满意是不满意呀？满意。啊？嘿，哎，就他那么个粗人，你居然还满意？他心地善良，很单纯。我的妈，老爷，天老爷，基督耶稣，阿弥陀佛！好家伙，哎。刚才他给我来电话，电话里跟我说你就是女菩萨，最高评价。哎，快跟我说说你们怎么聊的都，啊？无论如何，心里面的痛苦还是存在的。如果跟亲人之间没有办法充分的沟通排解。可能会找另外的方式排解，起码有个出口，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理顺，要不然能跟谁说呢？啊，那个谁跟谁说的？你问的啊？跟梁先生是怎么聊的啊？你就是这么跟他聊的，嗯哼，嗯哼。昨天你真相亲去了？就是讨人淘的心窝子。什么心里话呀？不跟我说。哎，你把那个家属电话你给我呗。干嘛呀？昨天呢？有几回话我说重了点，我现在跟他解释解释。等会儿路上发给您吧。嗯。哎，你有的时候感觉郁闷不？你要是不跟踪我，我就不郁闷。我说真的，你啊。我看他应该啊，找个人呐，掏掏心窝子，这样啊，能排解一下。你没事吧，爸？我啊，我好着呢。走了。徐大夫是给黄主任的吗？我都闻着香了。还用问吗？你这什么东西呀？你猜他干嘛？哎，别。别把它洒了！哎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？这送饭是咱们院的优良传统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给我送一回饭呀？每次你徐大夫什么时候吃你和黄主任的喜糖呀？就是什么时候吃吧？别闹啊，没影的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什么？这事得抓紧，急着呢，这是。哎，就你闹得欢实。该干嘛干嘛去吧，上着班呢。你干嘛去？我。哦。行啊，黄主任，在你们科室挺威风啊。也就你能收拾我，知道吗？这什么呀？贪吃蛇。我说这是什么呀？自己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 嗯，哟，呵，还挺像哎。像吧，我妈给你煲的老母鸡汤，补气的。补气？嗯，老母鸡汤补气，咸鱼汤下奶，老话说的。嗯，感动啊，想哭啊。母鸡汤还催泪。 老大，你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这深一脚浅一脚的，把我都整糊涂了。你还会糊涂吗？百爷卦呀，百爷卦全明白了。我还真不瞒你说，每逢初一十五，我必摆一卦，而且卦象上一模一样。嗯，咱俩命中注定有姻缘，知道吗？行了吧啊，3年前就说近在眼前，没错啊，现在越来越近了，什么死了？ 死了，我走了。嗯。你等会儿，干嘛呀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 心理科那老黄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小黄啊，别把谁都往老了叫，行不行？其实你最老。好好，小黄，怎么回事？小黄啊，嗯，挺好，打算认真的交往一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嗯？那你今天给我送这鸡汤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干嘛呀？补气呀。 催泪。舅，石大夫走了啊，我下班了，再见。哎，主任，这个中午微波炉给我转一下，第一台手术下来以后给我啊。这是什么呀？豆豆熬的鸡汤。这么幸福啊！本来不想吃，非说补气。 没走啊！这几天安排我哥做心脏复查，我看看时间，尽量吧。尽量。 说我看看时间，尽快了。嗯。来了来了，谢谢啊。喂。哎。谁啊？小慧在你身边吗？ 千万不让他知道啊！不是你谁啊？内部人，老梁。我在你楼下呢，有重要事儿，啊。不贷款？什么？英语加价？我还没结婚呢，你问没问清楚啊？你说现在这帮中介都怎么了？啊，也不打听清楚，神经病！ 呢？喂，哪儿呢？没看着啊。啊，往右拐了。啊，30步。哎呀，你别闹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干嘛呀？搞得跟谍战似的。往前走着走吧。我看着你了都。什么情况？在门口说不行啊，非得在这边边角角的地方，风多大？怕小慧从楼上看见，这不死角吗？过来。上这边，这边来，这边来。哪儿死角了？那不开着呢吗？再往里点。行了吗？我就问你一句话啊！你问，你是向着小慧儿，还是向着我？当然是向着慧儿姐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嗯，那行，那我先走了。正事还没说呢，你走？你不就问一句话吗？一句话，我跑这么老远呢？ 第二句啊，嗯，你真要是小慧的死党，你无论如何劝你她去看心理医生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了不了解这个抑郁症？不了解。那我告诉你啊，抑郁症就是一个人心里的东西，他憋着，他出不来。哎，我呀是查了又查，哎，他表现形式多种多样。 你看，就是好好一个人从20层砰砰就下来了，可不可怕？太危险了！哎，但是心理医生就能解决这个事儿。哎，平时你看小慧，她不跟咱们说的话，人家大夫有办法，几句话就能把她心里的东西给掏出来。要不大夫挣谁钱呢？嗯，有道理。所以啊，这心病啊，比别的病都要命，你知道吗？ 老梁，我觉得这事儿你考虑的挺周到的，挺对的。自己的亲生姑娘，你说别人想不到的事我得想到，别人做不到的事我得做到。行，那我帮你跟他说说吧，啊。哎，你怎么说呀？关键是，他现在不认为自己有病啊。他要知道是咱俩让他去的，他能去吗？他烦着。 策略呢，知不知道？这你自己掌握。好。另外，你就还有事吗？来之前呢，我就想，行不行送你点啥？但是我想来想去，我是还是钱实惠。所以呢，你呢也不用不好意思。长辈呢送给晚辈钱也是应该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 另外，你上次我有几句话重了点，算是道歉，原谅我啊！拿着，拿着呀！多少钱啊？600，666顺吧？哎，这不还有一个呢？哎，这是有零有整，人家是，不是你的？这比这个厚。厚，我都给你换成1块的，那谁不下呢？还拿着，抠门。 第一回包也不包多点，下次把这个给我啊！你这个孩子，你我去上班了，拜拜。我什么时候能嫁给你啊？啊？什么时候？问！你这个黄毛大菠萝！ 到现在你还没离婚，哦？为什么叫我大菠萝？哼，你说呢？你说呢 ？I don't understand. You understand? Go, let's go. Go. 你走，回去什么时候离了婚，什么时候再来找我。Go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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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I can't live without you. 可是我们在一起算是重婚，重婚。It doesn't matter. I love only you. 想听实话吗 ？Yes. God, that's exactly what I want. Okay. 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压根就没想跟你怎么着，没想到现在闹成这个地步。 到头来了，你还没离婚。My father is going to change his mind any day now. 这事儿还得跟你爸说吗 ？Our family has rules. Can I say something here? Bye. You know, you and Mr. Xu aren't divorced either, so it's a fair arrangement. You this black dog! I'm just saying that in America you're divorced, but in China you're still technically a married couple. Okay. 赵姐。